有用上 DDR5 内存的朋友吗？相较于 DDR4， DDR5 说白了就是速度更快，容量更大，能效更优。市面上主流一点的产品单条基本都是 16GB 4800兆赫兹起步。这样一来，之所以如此先进， SK 海力士表示采用了 eTMG 工艺，且引入 EUV 光刻技术处理关键芯片层。外界预计这批高端 DDR5 应该最先用在 Intel 平台的服务器数据中心，典型8通道配置下，总内存可以轻松做到 768GB。 消费领域预计奥迪，也就是笔记本条先上带动内存总容量峰值达到 192GB。